各位善知识，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的第二卷经文现在讲到十番显见的第七番的开始啊，这个科判叫做就见经非是物，非非物，显见性一真绝呆。前面六番的这个科班啊，开头一个字都是有个戒字，戒，因为他每一张事情啊要说明都是假借一种事项来做说明。例如第一番的假借盲人有心而登同眼，由这个盲人有心登同眼的事物来假借说明，所以开头一个戒字。第二番的课程，由课程主空的这个名称可以假借来发挥，显示见性的不动，所以有戒字。第三番是借色身有变，真心无变来做说明，所以第三番也是有个借字。第四番是借佛的手垂下身上来说明见性不失的道理，所以有个借字啊。第五番借见性无烦啊，那么八番显见都是有烦的，见性无烦的，所以开头有个戒字，这八番的可以烦的成像来做说明。第六番是借这个器界有方有量，虚空无方量来说明，所以有个戒字。现在第七番呢，没有这些事物可以假借，直接约见经的当题来说明见性它一真绝代的道理。这个一真当题的见性啊，它不是物质，也不离物质，所以说就见经非是物，见经不是物质啊，非物，也不离开物质，离开物质也没有见性可言，所以以这种方式来显示见性啊，只有一个真性的当体，超出一千万法，它是绝对没有对待的，所以叫做一真绝呆。经文里面呢，还是阿难先提出来问，然后佛加以大幅解释。一开头，阿难的末尾话就说：“阿难白佛言，世尊，若此见经，必我妙性。今此妙性现在我前。”见必我真，我今身心服是何物啊？阿难的问题啊，他老是把见经看作身外，身体之外，因为见的境界都是在外边，因此他老是想到见性在身体之外啊。那么因此他对这个疑问一直没有办法了解，到了这一番呢，他会把他的病根完全吐露出来，所以他先禀白释迦牟尼佛说：“世尊啊，如果按照前面六番的说法，说这个能见的见经的这个见的作用，见经
在文学就是见分了，能见的作用啊，在耳是闻经啊，在鼻子是嗅经啊。那么这个见经当体就是显示这个见性。那么见经显示的见性，如果必定就是我本有的微妙的真性的话，必我妙性。我那说必定那就是我的最微妙的见性的话，坚持妙性现在我前。你看他的这个病根就在这个地方，他老是想到这个见性啊在我的面前啊，跟他的身体没有办法打成一片啊。现在这个很微妙的见性啊，他就现在我的面前，因为见都在外边吗？他认为这个见性就在面前，因此他就怀疑了，见必我真呐、啊，我今身心服侍何物？这是他的疑点。师尊呢、啊？那么如果这个见经所显示出来的见性，必定就是我的真性的话，我真，我的真性，就是我的真如自性的话，哎，那我现在这个身心又是什么东西呢？那么我的真心，我的见性在身体之外，那么这个见性跟我嘛好像都不起作用哎。啊，我现在这个身体这个心这个妄想心可是它有作用啊。那么如果那个外边的见性是我的真心的话，那我现在这个身体这个妄心的心理作用，那么这是又是什么东西呢？我这个身体是个什么东西不过师尊呐，我觉得很奇怪的，而今身心啊分别有时，现在我这个身体我这个妄想心的心理作用分别有时，这句话你把它翻过来看，就是时有分别，按那都清楚了啊。现在我这个身心啊实在能够有作用，有分别，这个分别有时就把它看作时有分别，时有分别。那么我这个身体身心它实在有作用能分别，可是比外边的见性啊比见无别分别我分辨我身啊。您说外面的那个见性是我的，那是我的真性，可是比那个见性呢、啊、它没有另外的分别，它也不能辨别我这个身体我这个心理作用，所以比见无别分别我分辨我身，比外面的见性它不能够分辨我的身体。为什么？外面的见性是凝然不动的，它在外面虽然是受穷横边了，可是它对我的身体不能分别不能辨明，对我的身体它并没有辨别分明的作用了如果实在是我的真心，若使我心令我今见见性使我啊而生回我，如果外面的见性实在是我的真心若使我心啊，如果外面的见性实在是我的真心那么这个外面的见性是我的真心，使令我现在我看到他了，令我今见，使令我现在能见到外面的真性的当体，这就怪了，见性使我而生回我呀。你说外面的见性是我吗？是我的实在的体性吗？
那就变成我这个身体不是我了。啊，我能想到，那外面的见性才是我，那我这个身心就变成不是我了，而身非我，而这个身体就不是我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何属如来先手难言，不能见我。刚刚在前面第六番才讲过的话啊、哦，那么如果说是你的见性是个物啊，那么我的见性是也是个物，那么那就变成万物都有见啦，物也见我，我也见你，我也见物，那就变成物能见你了，物也有见了啊。前面佛曾说这个话吗？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跟前面佛说的话又有什么两样啊？属不同啊，何属就是那又有什么不同啊？跟佛你前面说过的物能见我的为难我的话，何属如来先所难言物能见我，你为难我说如果物能见的话，那变成物也见我，我也见物。那么现在这样子见性在外边，他反过来见我了，那就变成佛所说的物能见我的话不是相同了吗？啊，这我实在不懂啊，我不了解。唯垂大慈啊，开发昧未悟，我只希望佛大慈大悲开示我，启发我，使我这个迷痴的众生还没有开悟的能够很快就体会到这个道理来啊，能够开悟。这是阿难的问话。阿难呢，他从第二番，在第一卷末第二番啊，月客城分别的时候，佛放光飞到他左右两边，他就翻来翻去看，那个时候他就想出，哦，原来见性就在面前啊，那个时候他就已经自己妄想心想出一个朝朝临临的见性啊，凝然不动，这种光景就在面前，朝朝临临，说明这个见性很显明的啊，昭显在面前，临临就是显示它有种种啊不可思议的妙用，嗯，那么这个见性凝然不动，现在他的面前，从第二番就开始有这种的错误的见解。到了第四番呢，啊，佛说他，你把百千大海丢掉，反过来认一个浮钩，啊，又把浮钩当作一个整个大海。从这个地方开始，他认为见性在外，啊，而且是广大无边，但是与他身体没有关系，这种的想法更为坚固了，更严重了。所以他在第五番的时候，他就曾说未敢认为本源心地，他不敢相信是他自己啊，他认为外面的那个显现在前的见性，他不敢认为是他的。嗯，到了第六番呢，显见非物的时候，他又说怎么能够知道这个是我的真心呢？他老是想到外面有一个灵性，好像跟他没有办法拉上啊关系，嗯，后来他又说，如果这个见性必定是我，不是别的，他都是表示认为外面有个见性存在，而他跟身体没有关系，啊，这是他的根本病源。经过四五六番的分别啊，他对这个道理还是不懂，而且越来越加重。那么到了这个第七番，他就把他的病根整个表露出来。他所想的就是面前的一个见性啊，跟他
好像都没有关系，这就是因为他认色身为自己，认这个身体是我的，这个色身是自己，这个叫做迷物为己呀，迷失自性，而把这个物质当作自己，这个身体不是个物质吗？地水火风四大假合的，这不是个物质吗？他迷住这个物质当作自己，认为这是我，啊，这就叫做迷物为己。所以他一迷为心啊，决定或为色身之内。一旦迷失自性，认为这个身体就是我的，那么他就执着这个心就在这里面。嗯，现在他翻过来又是迷心性局在色身之中，啊，是迷己为物。翻过来，自己就是一个物件，就是物，啊。而这个心性应当是局在这个身体当中，不是在外边。他老是这样子想，所以他的迷惑越来越深。啊，佛虽然是想尽办法开导他，他还是不懂。啊，但是他这种的想法呀，没有办法直接说明。直接跟他说明你想的不对，他不会接受。因为欧南他是个聪明人，他懂得太多，他只是在法相上，在名字上在哪里打转，他没有办法体悟到本有的这个灵明妙性的真体，所以因此之故啊，只好想尽办法旁敲侧击啊，用种种方便来开导他，让他慢慢呢、啊来趋向于真正自己本有的自信。所以佛下面的答复啊，第一句话就先破斥他，你这个想法不对啊，虽然明明知道想法不对呀、啊、但是他不会一下子接受，还要用种种方法来开导他。所以接下去佛的开导的文字说，佛告阿难，今你所言见在你前呢、啊、是亦非实。这直破阿难啊，你刚才说的话，说这个见性就在你的面前，这个不是事实哎，你这个想法是错的啊。既然不是事实，要用什么方法来证明他这个说法不对？你只是说见在你前是一回事，阿难还不可能就接受了，所以还要用方法。既然在你的面前嘛，你认为在你面前嘛，那就是等于一个物质在面前了，那你就用你的手指指出来吧，指我看看，看哪一个是你的见性啊。所以接下去佛就用这种方式对阿难说，若识你前，你识见者，这次见经啊，既有方所，非无指示啊。佛的权巧方法，他对阿难说，如果照你的想法，实实在在见性就现在你的面前的话啊，若识你前，如果这个见性实实在在就在你的面前，你实见者，假如你实在就见到你的见性，你实在就见到你的见经就在你的面前的话，这次见经既有方所啊，非无指示了。那么这个见经有方向，有所在，在他面前你看到了吗？你看到你的见经有地方有所在，那就有可以指示的地方了。非无指示就是不可能没有指点出来的可能，只是用手指点示出来你的见性在哪里，你点示出来啊。现在你所看到的梵境啊，我来一一把它提出来吧。且静
以你作祈陀林，遍观邻居，及于殿堂。姑且以我们现在在这个结果度员的讲堂里面啊，跟你同坐在祈陀林啊，就是祈受结果度员的这个讲堂啊，我们周边详细观察周围的树林，前面的水流聚有水的地方，水沟有流水的地方，有树木的地方，还有这个结果度员的这个庄严的宝殿，还有广大的讲堂，这个环境你都看到了，你也看到，我也看到。那么往上看，往天空往上看，上至日月，往上看可以看到上面天上的太阳日光，晚上看到月亮太阴啊，这都可以看到的啦。讲堂的面前靠近恒河，前对恒河，我们这个讲堂面对着前面不远的地方有恒河的流水啊，这是我们现在这里周围的环境，往上看，往前看，周围看，这都可以看到的啦。来，阿难了，你今以我师子作结呢，举手指陈是种种相。现在你说你的见性就在面前吗？你都看到了吗？见经就在面前，你现在就在我的说法的师子法座面前，手举出来指点给我看。陈是说，指点这些种种现象，陈说给我听，这些种种现象是什么呢？阴则是灵，有树木遮阴的地方，不会被太阳晒到的，那是树林。明则是日，白天有光明的地方啊，那是日光。爱则是壁，会阻碍着没有办法通过去的地方，不能用神通了，用人身这个肉体啊，例如这个墙壁就通不过去了啊，这个有阻碍的地方，墙壁通不过去的，那是墙壁。通则是空，从门可以通出去啊，那是虚空的地方，所以可以通，从门的通的地方有空，可以通到外边。像这样子一一把它细细观察，如是像这样子啊，如是是指法之词了，指前面所指的这个种种现象，不可能一一都写出来了，所以用乃至两个字把它略掉。乃至无论是一根草、一棵树、纤毫很小的草啊，纤维的草，所以如是乃至草、兽、纤毫这些东西，大小虽属啊，但可有形，无不执着。这些东西有的很大，讲堂很大，树木很大啊，小的一根小草，一根纤毫，一根这个草帽，这很小啊，只要有形质，有形色，有长短方圆的这个显色，不管它大小吧，看得到的就可以指得出来的，无不执着。小至千毫也可以指得出来，哦，这是千毫。大至讲堂可以指得出来，这是大讲堂，无不执着，没有一个东西指不到的，通通都能指到。哎，阿难，若彼期间现在你前呢，你应以手确实指称，何者是见？
你认为剑心在前面吗？现在我们看出来的这些万物，假如你必定相信认为你的剑就在你的面前现出来吗？你应当用你的手指出来啊，用手确实确确实实指出来，说给我听，指出来陈说给我听，哪一个是你的剑，何者是剑？在这万象当中，你要点出你的剑来，你的剑在哪里？你指出来给我看啊。佛最大再对阿难说，阿难当知啊，你应当要知道，若空是剑，即于尘间呐、啊，何则是空？如果这个虚空是剑，哎，这个太虚空，如果这个虚空是剑的话，虚空既然成为你的剑心了，那哪一个是虚空啊？是剑心就不是虚空，是虚空就不是剑心，知道吗？他不可能一个身体有两样的名堂啊，不可能一个身体有两种作用啊。他既然是虚空，虚空是玩而不知的，是玩空啊。既然是虚空啊，如果虚空虚空是你的剑的话，那哪一个是虚空啊？意思就是说，虚空如果是你的剑，那虚空就不是虚空，就成为阿难的剑。如果虚空是虚空的话，那这个虚空就不是阿难的剑啊。是剑则非空，是空则非剑啊。那么这个虚空这样子分辨清楚了啊。我们再进一步的观察啊，若物是剑，即以是剑呢、啊、何者为物？如果除掉空之外，其他的设法，一切的设法通通都是剑的话啊，这个物既然成剑，那哪一个是物啊？是物就不是剑，是剑就不是物，因为前面已经辨明了，剑不是物，物不是剑。既然是物，它不可能有剑；既然是剑，就不可能是物啊。既然如此，哎，这些除空之外的一切万象，哪一个是物？哪一个是剑？既然是物，就不是剑；既然是剑，就不是物。既然如此啊，你应当要知道，分辨出剑是剑，物是物。这个道理在前面已经分辨过的，现在只要你把物跟剑分清楚，是物就不是剑，是剑就不是物啊。他这个文字啊，你必定要自己会灵活的把它了解，否则不会通啊。或者是物，或者是剑，是剑就不是物，是物就不是剑，这是一定的道理了啊。它既然是个物，它不会有剑；它如果是个剑，绝对不是物，要这样子体会。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了啊，然后啊，你可以进一步的维系的去观察。所以接下去经文说，你可维系批波万象，悉出精明静妙见缘，直成是我，同彼诸分明无惑。这是佛教他要详细分出来了啊。你既然说你的剑在外面嘛，现在你把这些万物跟虚空很维系的批波，好像剥芭蕉，一个一个剥开，一个一个分开，
劈分出来，剥解开来，啊，把这些万象一一这样分开，任何东西都这样分，分到最后，你要分析出你最精最明的清净而微妙的这个见性，为你的本源，在哪里？在这一切万物跟虚空当中，你把它一一详细把它分开，慢慢的劈剥，剥到最后，哎，你的见经在哪里？指出来，讲给我听，指成是我，指出见经来，讲给我听，哪一个是你的见经？同彼诸物分明无惑，跟那些万物啊分分明明的哦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，那个是什么东西，一个一个分明的点出来，说清楚，让我啊知道你的见经摆在什么地方，在外面在哪一个地方，啊，使我完全明白，不会有这个迷迷糊糊不清楚的地方，所以叫做惑。惑没有办法确定是不是啊，这个就是惑。你要完全指出清楚，让我不会迷惑，完全了解，知道你的见性在哪里，你的见经在哪里，要点出来。有可能吗？没有可能。所以阿难接下去就说了，阿难言：我今于此重构讲堂，远济恒河，上观日月，举手所指，总目所观，指皆是物，无是见者。可见他是指不出来的。阿难对佛说：我现在就在这个重过讲堂，各重楼越过，可能当时的金色有两层楼了啊，这个大讲堂里，我往外看啊，最远的到恒河，远济恒河，济这个济就是急的意思啊，远急于恒河，这么远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，往上看看到日月，白天看到太阳，晚上看到月亮，都可以看到。把手挤出来所指到的啊，用手可以点得到指得到的地方，总目所观，总尽量把这个眼光放出去，总尽量把这个眼光放出去，睁大眼睛看，观就是看，详细的观察去看，然后用手指出来。那么我发现指尖是物啊，无是见者，凡是可以指出来的，无论大小，通通都是物质，除掉空之外，通通都是物质。大至恒河讲堂，小至千毫之物，通通是物质。无是见者，没有实在我的见性存在，你们都没有发现我的见性，我只看到万物啊，可见他是指不出来的。他指不出来的原因，他再举例说，世尊呐，如佛所说，况我有漏初学声闻，乃至菩萨亦不能于万物向前婆出精见，令一切物别有自性啊。阿难说他指不出来的原因呐，师尊呐，按照佛这样说法，要指出这个见经来，别说是像我这个有漏的声闻，有漏，漏是比烦恼，烦恼没有断，还是个凡夫，我这个初学的声闻啊，就是大菩萨乃至超略此，略掉中间的这个还没有修正到这个破无明正法身的菩萨，已真正到破无明正法身的大菩萨，他也不能在万物向前婆出金剑，分婆出，就这个婆就是前面的批波，前面的批波啊，也不可能在万象之中把这个剑经当体，金剑就是剑经，
也不可能把见金当题呀、啊，把它分辨出来。离一切物别有自性，离开万物另外有个自性存在那边啊、嗯，意思就是说，我难固然是分辨不出来了，物以见金分不出来，在物中找不到见金啊，见金不在物中，所以万物只是万物啊，并没有见金存在啊。那么既然离一切物没有别个我的自性存在在那边，那就显示所见到的只有万物，没有见金啊。阿难这个答复，佛认为他说的对呀、啊，没有错。所以佛家一印证说，佛言如是如是，两个如是的意思啊，就是说你没有说错，对了啊。不但是你指不出见经，就是所有的大菩萨啊圣人也指不出见经在万物之中，在哪一个地方是见经，哪一个是个万物，也是指不出来的。如果明白这个道理，显示物中并没有见经在那边，所以见经不是物，物里面没有见，见经不在物里，在物万物里面要指出见经来是不可能的事。所以佛一再印证说如是如是。接下去佛再对阿难说，佛福告阿难，如你所言，无有见经，离一切物别有自性，正你所执事物之中啊，无是见者。这重复提出前面物中无见的这个话，佛再对阿难说，按照你刚才所讲的，没有在万物当中啊能够指出见经来啊，所以说无有见经，离一切物别有自性。见经是见经，这见经离开一切物，要另外找出它的自性来也找不到啊。就是物是物，见是见啊，见无形相，物有形之，物可以指出，见经没有办法指出啊。这你所指事物之中啊，无是见者，那么由此由你所看到了指出来的这些万物当中，没有是见性的当体，物是物，见是见，里面没有见经存在。现在啊，佛要再对阿难说，今福告您，您也如来做祇陀林，更冠林渊，乃至日月种种相熟，必无见经受你所指啊。你又发明此诸物中何者非见？这里要说啊，离开物里面见性又在哪里啊？前面物不是见，现在说见中也不离物啊。所以佛对阿难说，我现在再跟你讲了，你就坐在这个大讲堂，跟佛坐在这个讲堂里面往外看啊，这个祇陀林周围祇首结果都园周围有很多寿木寿林，你再看更冠林渊乃至日月，这是总函上面所指的万物啊啊，把这个寿林院子所有的万物啊，就是周围往上看乃至日月啊，也包含望远看乃至恒河，这些一千万象，你所看到的种种相熟，这个万象当中种种差别，熟是不同，
这些种种不同的差别相，必无见经受你所指啊。见经不在里面，必定没有见经能够在这万物当中让你指出来啊。那么现在翻过来，现在翻过来，要阿难，你又发明此诸物中啊，何者非见呢？前面说是见，现在说非见，你又再发明啊，细细的开发，详细的指明，这些万物诸物之中啊，哪一个不是见？非见，哪一个不是见？前面说是见，是见在物里面没有见可得，现在非见，这些万物当中哪一个不是见？离开这些万物还有见吗？阿难言，我实遍见此其陀林啊，不知是中何者非见。阿难很为难啊，你要我指出不是见，我实实在在观察周边见这其陀林所有一切万象当中，我实在不啊没有办法知道，我不知道哪一个不是见，哪一个物不是见啊。这个话怎么说呢？何以故？这个话我说这个万物当中我要指出非见也没有办法指出，这个原因何在呢？若受非见，云何见受？若受即见，复云何受？且拿一样来先说吧，例如一棵树，奇陀林中一棵树，这个树如果不是见，那我为什么能够见到树啊？如果这个树不是有见，我怎么能够见到这棵树啊？这是若树非见，缘何见树？如果树里面没有见的功用存在，那我怎么能够见到树呢？如果树当体就是见，树即见，树当体，树木当体就是见，那它还叫做树吗？它是见就不叫做树，为什么又叫做树呢？复缘何树？为什么它又叫做树？如果它是见就不该叫做树，叫做兽就不开始见，可是现在啊，我也能见到兽，兽还是兽，还是让我有见，我还是能够见到它。这我就没有办法指出哪一个东西不是见呐、啊？一个，因为这个兽如果不是有见的可能的话，那我怎么能够见到它呀？我既然见到他了，那个这个受当体就不是离开见之外啊，另外有棵受存在，所以可见他也不离见。如是乃至如是指法词，指前面啊这个万物当中无见的这个道理，文字很多，现在不必一一再说，就是指向上文这样说，除掉万物之外就是虚空，现在再回到虚空吧，乃至像虚空，若空非见，云何见空啊？如果空不是有见，那我怎么能够见到虚空啊？若空即见，复云何空？如果空当体就是见，那就它不能叫做虚空了。空如果有见，它就是见，就不叫做虚空，叫做虚空就不能叫做见，但是我不叫它叫做见，可是我能见到它，这个虚空我明明见到，又不能说离开虚空另外有见。我有思维，我来说，我这样子细细的想啊，十万相中微细发明，无非见者。在这个世界万象一切物中啊，我详细的把它发明啊，发现它的一切万物，指明它的当体，它没有一个不是见，
无非戒，没有一个不是戒啊。受是戒，摸是戒，朝是戒，随是戒啊，乃至一切一切通通都是戒。因为如果没有戒，我怎么能见到他啊？如果他是戒，他就不叫做这些万物的名称啊。所以我想这一切万物当中没有不是见的，无非见者没有不是见的，他没有出在我的见的范围之外，我都能够见到他。所以这些万物他又不是非见啊。那么说到这里，佛又认为他说的对了。佛言如是如是，又对阿难说，对了，你说的完全说对，并没有说错。文字到这里为止啊。我前面说过，十番显见的经文，按照经文的段落啊，它有十三段啊。太虚大师的十段文呢、啊，他已经把第五、第六的两段经文合为第五。啊，这个在前面说过，这个第五段啊是跟第六段的经文连起来，到信你不真取我求实，到这一段文词，这是第五第六的经文合并成为第五。那么经文的第七段到遍能含受十方国土，这是经文第七段。那么在太虚大师的十段当中是分为第六段。现在讲的第八段经文的第八段，就是虚大师的十段文的第七段。第七段呢、啊、又把第八第九两段合并起来。他在社论里面说，八九为一段，经文的第八段跟第九段合并成为第七段，就是第七番显见的文字。那么刚才从开头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此见经以下，一直到现在佛的答复，佛言如是如是，到这里为止，到刚刚讲过的文字，经文是第八段，经文第八段啊。那么这是十番显见第七段的前半，于是大众以下呀，经文是第九段，经文第九段，这个经文第九段合并在第八段里面，因为第八段的文字啊道理没有说完，只说到一半，后边第九段才是把第八段的文字说清楚，所以这两段文应当要合并起来，所以后为第七段，是第七番的显见。所以破见经非是物非非物啊，显见心一真绝呆，一直连贯到后边第九段文。普通一般的注解呀、啊，也是把这个第八段跟第九段连起来的，所以一直到后边的出指挥指为止，经文第九段啊，第七番的显见就把这个第八段经文跟第九段经文把它合并起来，在这边就定为第七段的显见的文字。那么这个文字段落搞清楚之后，接下去啊，第九段一开始，所有听众听到上面佛跟阿难两番的话，是见非见两番的话，听过之后，大家简直是莫名其妙了啊、哦！我们从前跟唐老师在一起教课啊，唐老师很多很特殊的话，让人觉得很好笑啊，莫名其妙，他庙把他看成个寺庙的庙同音，他就说莫名其土地堂了，土地堂也是庙嘛，啊，有的时候说莫名其城隍庙了，城隍庙土地堂同样是庙，就是把这个微妙的庙的音跟寺庙的音同音字，就把它说成莫名其土地堂啊，莫名其城隍庙啊，有的时候说妙不可言，妙不可言，言是言说的言啊，他说妙不可酱油，言跟这个吃饭的言
竹菜的盐同音同音，妙不可言了，他说妙不可酱油了，不用盐就用酱油嘛，很多这种好笑的话。所以呀、跟唐老在一起不会老的，不过他经常称我会老了，就我给他称老了。他这些话到这里呀、经文说到这里呀、那真是妙不可言，文字之妙，妙不可酱油。而这个说到他的这个道理呀、这个时候大家都茫然了，大家都茫然了，就是莫名其土地堂了，也莫名其城隍庙了，这么妙啊、大家觉得是也，佛也说如是如是，没错，佛也，佛有答复说如是如是，没有错。这究竟是哪一个对呀、人总是认为理只有一个，理只有一个，为什么是也如是如是，非也如是如是，变成两个，弄得大家都莫名其酱油了，莫名其土地汤。这个既然莫名其妙了，所以接下去第九段的经文就是第七显见的后段，一开头啊，文字开头就说：“于是大众啊，非无学者，闻佛此言啊，茫然不知是意中词，一时放松，是其所守。”这说明大众茫然，大众茫然啊！大家听到这里啊，不晓得这个道理究竟是这么一回事啊，于是转移词了。当时在楞严会上的所有的听众啊，非无学，无学持已经证果的阿罗汉以上，证到阿罗汉果以上的就叫做无学，非无学显示还没有证果啊，差不多最起码出果以下了啊，还没有证到出果之前，这些一般的听众，有学的僧众，所有听众，他听到佛上面所说的话，闻佛此言啊，茫然不知是意中实，大家茫然啊，不晓得这个道理是怎么一回事啊，这个寓意开头应当怎么说，结果结论应当是什么，不知道。是意的中就是结论，示意的实就是开头的序论啊，我只听到这个两个是呀非呀都是如是如是，究竟他的开头的序论说的是什么，再到了最后的结论又是什么，通通没有办法知道啊，所以完全茫然啊，大家都眼睛睁大在看啊，莫名其妙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释义就是释义跟非义的两种意义啊，它的中间的结论，开始的序论，所说的中间的理论，大家都是没有办法了之，所以一时防松，防空，大家都很怕，觉得很奇怪。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呀，我简直是没有办法体会啊，惶恐不安啊、这个松有这个音啊，我咬不正啊，真正怎么读这个字怎么读，自己去查字典，松就是全身好像是这个身毛接触的这种情况啊，这个全身的身毛接触的，觉得很可怕，不了解，莫名其妙，这种境界，失其所守，失掉他一向所保守的这个所了解的佛法，现在弄得进退两难，不晓得是哪一种才对，哪一种不对啊？你们因为两方都是如是如是吗？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如是啊？哪一个是离开这个如是之外，
另外所显示的道理呀，他都没有办法了解。佛看到这种情况，知道大家都已经进入迷惘的大迷阵中啊，没有办法了解，因此佛主要要先安慰大家，先安慰大众。所以经文接下去就说，如来知其焚虑变则，心生怜悯，安慰阿难及诸大众，诸善男子，无上法王是真实矣，如所如说，不狂不妄，非莫切离四种不实交乱论一，离地思维无田哀慕。这是佛安慰的话。如来释迦牟尼佛看到大众啊神魂不定啊，心里很难安定下来，焚虑变则。佛经里面用焚字很少很少哦，这个焚魄，焚魄焚胖啊，是道家的话，道教的话，老庄的话。这个焚字啊，按照道家所说，抱朴子的书，抱朴子啊，抱朴子是道教的书，抱朴子那一部书里面说，人有三焚七魄，大家都平常听过了，人有三焚七魄。这里讲到焚，在抱朴子那一本书里面说，这个焚呢、人有三焚，三焚都有名字。第一个焚叫做什么名字啊？他说人的第一个焚呢、叫做胎光，他说这个胎光的焚呢、就是阳气之精，阳气的之精。就是人的阳气的聚集的地方，它是属于阳气之精。以现代化来说，这个焚就是代表精神，焚就是代表精神。所以它第一个焚的名称叫做台光，这个台光就显示这个阳气的精神，阳气之精本来有光，所以叫做台光，焚的第一。第二个焚的名字啊，叫做爽灵，爽灵，很清爽啊，清爽的爽，好爽。现代人很喜欢讲，我爽就好，就是这个爽，爽灵，灵是灵魂的灵啊，灵光的灵啊。第二个灵魂的这个魂的名称叫做爽灵，爽灵啊，爽灵说是阴之气。阴属于阴的这个气，阴阳相对呀、前面是阳精，这是阴的气，气氛啊、叫做爽灵。第三叫做油精，第三个焚的名字叫做油精，油啊，游民的游，游民界的游，精就是精神的精，叫做油精。第三个焚叫做油精啊，就是油而不可见，纯而不可及，这种境界。人的精神功用啊，油而不可见，精而不可及，这种境界。所以他的第三个焚的名称叫做油精。抱朴子里面说人有三焚，就是台光、爽灵、油精三焚。我并不是道家，我也没有学过道教，我只是稍稍看点道书啊。所以我在40年前呢，因为平常人家都会说三焚七魄，我就去找资料，为什么叫做三焚七魄。七魄不在此限不讲，我也保留一点，后面有机会。这个三焚
它的名称是什么？是不是真的有三分？啊，因此我在四十几年前在狮头山的时候，我就去找资料，发现它是在道家里面的这个东西，就在《抱朴子》这一部书里面发现到，哦，原来他说的三分就是这些名相，啊，佛法里面不讲这些，佛法只讲四神，人有四神，说八识，啊，眼耳鼻舌身意六识，还有莫那识，还有第八乌拉耶识。佛法讲人的精神作用有八识，不像道家讲的啊这个魂魄。那么这里楞严经啊，见过好几次讲到魂魄的这个名称，这里是第一次见到魂啊。他佛看到这些听众们呢，他的精神不能安定啊，心力不能专一啊，精神不能安定就是惊魂不定的情况了，惊魂不定，害怕，惊魂不定啊。那么因此他的余力多端啊，分力的力，余力啊，余力多端啊，变是指他的精神恍惚，变啊，分力变则，这个变指这些听众当时的精神恍惚的情况，精神呢恍恍惚惚啊，没有办法定下来，这是惊惧不安，很怕，惊惧不安啊。竖心旁做一个休息的习呀，有人读的习字不对的，不能读习，他是这就是心里不安定摇摆不定的这种心的恐惧的情况，恐惧而不安呢，就叫做这。这是这四个字代表佛的眼光，看到当时的听众啊，所有听众的这个不安的情形，啊，心生怜悯啊，佛心升起怜悯之心。哎呀，可怜呐，这些听众们啊，莫名其妙的，没有办法了解这个道理，所以因此就安慰阿难，同时也安慰大众，啊。下面就是佛安慰的话：诸善男子，总指当时的听众们，无上法王是真实义，无上法王就是佛，已经成佛的无上法王，没有比佛在上的，所以无上法王，佛为法王，一法自在，啊，所说的话绝对是真实的，不会虚妄的，是真于实义，啊，如所如说，如。按照所证之理啊，所依的就是所亲证的理，按照所证之理呀，如法把它说出来，这样叫做如所如说。因此佛说的话绝对是实在的，不会欺诳人家，不会欺骗于人，不会有妄语，绝对没有这个事情，所以不诳也不妄啊。因为佛不像外道的末切理呀，他有四种不实的交乱论义啊，这个四种不实交乱论义的这个话出在后边啊，楞严经五十一摩啊第十卷行运到诗运啊，那边呢有这个末切理的外道，他有这个讲话呀，没有办法一定当时的实际的这个道理，他翻来翻去，让人没有办法体会他的真正道理，所以因此啊说他叫做四种不实。他所谓四种不实啊，他看到这个诸法的道理啊，也有生的，也有灭的啊，也有有的，也有无的，也有真的，也有假的啊，因此他就交乱这个话，说不一定的话，让你没有办法确定他的宗旨在哪里，是叫做不实交乱。不实就是没有定论，不是生死的死，不实就是没有定论，没有定论的交往的那种话语啊，迷乱其道理，让人没有办法确定知道他的道理在哪里啊，所以叫做交乱不实。
这个道理在后边行运的第五啊有详细的说明。这里只是说明啊，说佛说的话是实话，你们不要害怕，佛一定不会说这个没有实在的话，没有道理的话随便说，说出来让你们呢在哪里恐怖，在哪里惶恐，没有这个事情啊。这佛就先安慰，虽然是安慰了，大家也相信佛了，但是道理还是不明白啊。道理不明白怎么办呢？要有人来，又有第三者跑出来，打开这个结。这个大众不了解的结在哪里？谁知道？文殊菩萨知道。所以下文呢、啊，文殊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就要提出来，提出这个问题来，跟大家破除这个疑惘啊。这个文字现在不接下去讲，后边的关于文殊接下去的话，我们要留到下次讲。这里剩下的时间呢，说说文殊。文殊师利菩萨在中国佛教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啊。大陆的四大名山啊，四川峨眉山普贤菩萨道场，南海普陀山观世音菩萨道场，安徽九华山地藏菩萨道场，那么这个山西五台山也叫做清凉山，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。文殊菩萨在中国佛教他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啊，大家尊重信仰的很多，所以求智慧求文殊啊，这凡是愚痴无智的都到五台山去拜文殊菩萨。而文殊菩萨在中国的视线故事也不少啊，另外有一部文殊菩萨啊灵印录，这个灵印录里面有一个故事啊，说五台山的中台东南边有一个灵鹫寺，山也像灵鹫，就是灵山的那个灵鹫寺啊。这个灵鹫寺在南北朝，北朝的元魏时代经常每年三月做一次无遮大会，七天，就是大家聚集很多饮食啊，这个布施给穷人。那么有一年正在举行这个无遮大会的时候啊，这个大概在第二三天了，突然之间上午来了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呢背上背一个小孩，还有个比较大的手牵一个小孩，还一个手又牵一个狗，就是两个小孩一只狗来到这个无遮大会的道场啊。比如说他很穷，没有东西可以布施，就把他的头发女人有头发了，这个头发剪下来布施，我没有别的东西，头发是我自己的，我剪下来供养啊。那么但是他说他不能等到中午吃饭的时间，现在他要走了啊，希望你先把这个给他的这个饮食之分呢先给他。那么办事的出家人呢就先想两个小孩一个大人嘛，就给他三份了。他说三份不够哎，那怎么不够啊，我这个狗也要吃啊，狗也需要一份，那好吧，狗也给他一个狗份吧，有四份。给他四份呢他还是不走，他说我还需要一份。他说你还一份给谁啊，他说我肚子里面有个小孩他也要一份。哦，这个送东西的人在气了，他说我哪里知道你要生几个呀，肚子的小孩还要几份啊。这一刻这个人马上就升空，就升到天空去，那个狗就变成金狮子，就是狮子。文殊菩萨骑在这个狮背上，那个女人就是文殊菩萨。那么两个小孩呀、啊，就变成天童站在两边，啊，当下就说了一首偈颂，叫苦瓜连根苦啊，甜瓜彻地甜，三界无着处啊，自是我是闲啊。我在三界都无着了，可是给你这么一个欧师在嫌我啊，说这个话，大家看到这种情况知道是文殊化身，哦，惭愧得不得了啊，就拜啊。他在空中又继续说法了众生学平等啊，
心随万境转，百骸俱舍经啊，其余正奈何啊？你们想要学平等修无遮大事，可是呢，你随境所转，这个没有办法平衡啊。百骸俱舍经还是骸骨的骸了，那最后什么都舍掉了，没有个能够保留的了。可是你的正爱之心，喜欢的就爱，不喜欢的就正，你在真真爱爱中过日子，那要怎么样子能够得到平等啊？这个话说完了，大众就向菩萨顶礼啊，祈求啊，上千人都在拜啊，祈求菩萨来开示啊，哦，要怎么样子修行才能得平等啊？啊，这个菩萨在空中又说，就是说，慈心如大地，一如水火风，无二无分别，究竟如虚空。要这样做啊，那慈心像大地一样，好的坏的通通容受啊，又像水火风一样啊，慈心如大地，亦如水火风啊。那么无二无分别，不起分别，究竟如虚空，那才是叫做真正达到平等的目标。那么这个话说完之后啊，文殊慢慢就隐在空中，就不现了啊。大家才知道他这个无遮大会啊，感动到啊，文殊菩萨化身出来啊，而且当时大家不知道是文殊，还骂了一顿啊，觉得实在很不好受，心里很惭愧啊。所以因此之故啊，他布施的那个头发，就在他身空的那个地方，把它建成一个文殊发他，文殊师利菩萨的头发的宝塔，建成一个宝塔供养他的头发。那么后来才发现这个头发呀，跟平常人的头发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啊？每一条拿出来对空一看，都是金色，都是金的。而一直到明朝万历年间呢，万历的皇太后还去重建这个宝塔。哦，这显示文殊菩萨与中国佛教有相当的因缘。那么关于这个经文的道理啊，我们留下次再讲啊。